九，各位来宾，欢迎乘坐全球首条十二生肖观光列车。祝愿大家在十里画廊观光列车上坐着舒心，看得高兴。十里画廊是世界自然遗产、世界地质公园香山界武陵源村，游客朋友。香山界的山，全球第一山是3000万米高，是有历史的。作为一个到来，香山界的山都在哪里？不是您瞧，在我们的左前方有两座小一点的石峰。